他在那边按救援声音出来了。哎，按救援声音。增加劳工退休，落实周休二日，全国放假一致，增加劳工退休，落实周休二日，全国放假一致，增加劳工退休，落实周休二日，全国放。
放假一次，增加劳工特休，落实周休二日，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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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假一次，增加劳工特休，全国放假一次，二日，全国放假一次，增加劳工特休，落实周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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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日。小英背叛劳工，小英背叛劳工，小英。
全国放假一致，全国罢制，全公听再审查，落实周休二日，落实周休二日，落实周休二日，全国放假一致，全国放假一致，小心，落实周休二日，落实周休二日，全国放假一致。Yeah.
这个地方就是选你们自己的版本的时候，为什么不要公听啊？王玉明审查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公听会？王玉明排案审查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公听会？没有公听会。王玉明审查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公听会？国民党不要两个标准了，王玉明出来的时候才公开。王玉明主席当主席的时候也没有公听会啊。你说了算了，三分钟。在座的所有。周休二日放假一次，看单单的。有没有搞错啊？周休二日放假一次，周休二日放假一次。周休二日放假一次，周休二日放假一次，周休二日放假一次。民进党埋汰小英背叛劳工，小英背叛劳工。民进党蛮干，民进党蛮干，小英背叛劳工，小英背叛劳工。民进党蛮干，落实周休二日，全国。放假一次，增加劳工特休，落实周休二日，全国放假一次，增加劳工特休，落实周休二日，全国放假一次，增加劳工特休。喊捉贼！
放假一次，中秋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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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假一次，临危中背叛劳工，临危中背叛劳工，临危中背叛劳工，临危中欺骗劳工，人身攻击，临危中欺骗劳工，临危中欺骗劳工，临危中欺骗政治变色龙，临危中政治变色龙，临危中政治变色龙。下台，我帮你下台，周玉莹。
背叛劳工，小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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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叛劳工，国民党欺骗劳工，小英背叛劳工，国民党欺骗劳工，背叛劳工，小英背叛劳工，小英背叛劳工，小英背叛劳工。小英背叛劳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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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好，现在已足法定开会，法定人数现在开始开会，请宣读议事录。请宣读上次议事录。会议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今天105年9月29日星期四9:04至12:17，14:13至17:13，地点本院群选的801会议室，缺席委员林静怡委员等15人，列席委员吴廷瑞委员等32人，列席官员卫生福利部部长林奏元等相关人员，主席吴昭植委员议情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由卫生福利部部长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本次会议由卫生福利部林部长奏元列席报告并被询，委员林静怡等22人提出质询，均经卫生福利部林部长奏元及各相关主管等及其答复决定，依本院会议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黄兆顺、张立善、马文君、徐正惠及蔡玉宇等5人所提书面质询会录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书面答复。三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资料者，请于2周内书面答复。委员应要求期限者，从其所定讨论事项。一、继续处理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卫生福利部主管预算、公务预算解冻案一案决议，同意动之，并提报院会。二、继续处理中华民国105年度卫生福利部主管财团法人预算解冻案11案决议，以上11案均同意动之，并提报院会通过。临时提案6案，请委员就参宣读完毕。请问委员会对上次议事录有无修正？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本日议程会议程，行政院函请审议劳动基准法部分修正条文草案。本院委员王玉敏17人拟具劳动基准法第38条条文修正草案，民进党党团拟具劳动基准法第39条条文修正草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新民党党团拟具劳动基准法第36条、74条及79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钟孔绍等请17人拟具劳动基准法第38条修正草案，委员林淑芬等18人拟具劳动基准法第38条及第79条条文修正草案。就有陈曼丽等委员提案停止询答讨论，宣读条文，宣读条文，有没有反对？我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请宣读条文。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院时代请选员宣读条文。公司之给付之当事人有特别约定或按月应付者外，每月至少进出项目之双方是明确案件并筹一同，雇主因此被劳工工资牵涉，应发放工资，工资各项项目计算明细、工资总额等事项记录，工资牵涉应保存5年。行政院提案第24条，劳雇主延长劳工工作时间者，延长工作时间之工资应依标的标准给给；一延长工作时间在2小时以内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加给1/3以上；在延长工作时间在2小时以内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而加给2/3以上。三、第32条第3项规定，延长工作时间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而加被发给雇主属劳工于第36条所定休息日工作时间在2小时以内者，其工资按平日每小时工资而再加给一二3/3以上工资2小时后再继续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而再交给一二3/2以上前项休息日之工作时间及工资之计算，4小时以内者以4小时计算，于4小时至8小时以内者
以八小时计算，以八小时至十二小时以内者，以十二小时计算。行政院提案第三十条之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行业雇主，经工会同意如事业单位无工会者，经劳资同会议同意后，其工作时间得以下列原则变更：一、四周内正常工作时数分配于其他工作日之时数，每日不得超过二小时，不受前条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之限制；二、当日正常工作时间达十小时以上者，其工延长之工作时间不得超过二小时；三、女性劳工除妊娠或哺乳期间者外，于夜间工作不受第四十九条第一项之限制，但雇主应提供必要之安全卫生设施。依中华民国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修正施行前第三条规定适用本法之行业，其第一项第一款之农林渔牧业外均不适用前项规定。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三十四条，劳工作业轮班制者，其工作班次每周更换一次，但经劳工同意者不在此限。依前项更换班次者，应给予劳工至少连续十一小时之休息时间。行政院提案第三十六条，劳工每七日中应有二日之休息，其一日为例假，一日有休息日。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受前项规定之限制：依第三十条第二项规定变更工作正常时间者，劳工每七日中至少应有一日之例假，每二周内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应有四日。二、依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变更正常工作时间者，劳工每七日中至少应有一日之例假，每八周内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应有十六日。三、依第三十条之一规定变更正常工作时间者，劳工每二周内至少应有二日之例假，每四周内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应有八日。雇主使劳工于休息日工作之时间计入第三十二条第二项，锁定延长工作时间总数，但因天灾、事变或突发事件，雇主使劳工于休息日工作之必要者，其工作时数不受第三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之限制。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三十六条，每劳工每七日中至少应有二日之休息作为例假。本院亲民党党团提案第三十六条，劳工每七日中至少应有二日之休息作为例假。行政院提案第三十七条，内政部锁定应放假之纪念日、节日、劳动节及其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应放假之日均应休息。委员王玉敏等十七人提案第三十八条，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雇主或事业单位每人应依下列规定给予劳工特别休假：一、一年以上未三年未满者七日，三年以上五年未满者十日，五年以上十年未满者十四日，十年以上每一年加给的日加至三十日为止；五、六个月以上未满一年者，由中央主管机关以办法定之。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三十八条，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每年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一、一年以上三年未满者七日；二、三年以上六年未满者十四日；三、六年以上九年未满者二十一日；四、九年以上十四年未满者二十八日；五、满十四年者第十五年起，每年应给休假三十日。委员钟孔照等十七人提案第三十八条，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每年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一、三个月以上未满一年者，应给休假四日；二、一年以上未满三年者，每年应给休假七日；三、三年以上未满六年者，每年应给休假十四日；四、六年以上未满九年者，每年应给休假二十一日；五、九年以上十四年未满者，每年应给休假二十八日；六、十四年以上每年应给休假三十日。劳工到职日之隔年一月一日起，给予雇主协议按前项之标准一比例计给特别休假后，改采历年制累计特别休假日数，雇主不得拒绝。劳工于非自愿离职时，当年度之服务年资应按第一项之标准一比例计给特别休假。委员林淑芬等十八人提案第三十八条，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每年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一、六个月以上未满一年者四日；二、一年以上三年未满者七日；三、三年以上六年未满者十四日；四、六年以上九年未满者二十一日；五、九年以上十四年未满者，每年应给休假二十八日；六、十四年以上者，每年应给休假至三十日。本院民进党党团提案第三十九条、第三十六条锁定之例假休息日第
第30天要锁定之休假及第38条锁定之特别休假，工资应由雇主照给雇主的征得劳工同雇劳工同意于休假之工作者，工资应加倍发给应记住现关系有赶工必要经劳工或工会同意照常工作者，一同本院时代立案党团提案第74条，劳工发现事业单位违反本法及其他劳工法律规定时，得向雇主主管机关或检察机关申诉，雇主不得因为劳工未前向申诉而对劳工为下列各款行为，各款之行为：一、解雇调节不合理之管理措施、工作条件之不利处置或其他不利之处分；二、终止解除变更或不得以其依法律契约或习惯上所应享有之权。本院青年党党团提案第74条。雇主不得因劳工发现事业单位违反本法及其他劳工法律规定，向雇主申诉或主管机关检举漏违反本法之行为，或拒绝以违反本法之行为而给予解雇、解职、调职减薪或其他不利之处分。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权之人，为前项规定所为之解雇、降调、减薪或其他不利之处分者无效。主管机关对检举人身份、严守秘密外、公务员如有泄密情事，应依法就刑事及行政责任。主管机关受理检举案件之管辖处理期间保密及其他用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本院时代人时代立案党团提案第78条之一，有下列各款规定行为之一者，依第2项之规定处罚：一、违反第21条第1项、第22条至第25条、第30条、第1项至第3项、第6项、第7项、第32条、第34条至第41条、第49条、第1项或第74条、第2项规定；二、违反主管机关依第27条限期给付工资或第33条调整工作时间之命令；三、违反中央主管机关依第43条锁定假期或事假以外期间内工资给付之最低标准，有前项各款规定行为之一者，依下列标准处罚。处罚款：一、30里以下之事业单位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二、30里以上未满200人之事业单位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罚款；三、200人以上未满500人之事业单位处新台币6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四、500人以上之事业单位处新台币2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本院时代立案党团提案第79条，有下列各款规定行为之一者，处新台币2万元以上34万元以下罚款：一、违反第7条、第9条、第1项、第16条、第19条、第28条、第2项、第46条、第56条、第1项、第59条、第65条、第1项、第66条至第68条或第70条规定；二、违反第30条、第5项或第49条、第5项规定者，处新台币9万元以上45万元以下罚款。本院青年党党团提案第79条，有下列各款规定行为之一者，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一、违反第7条、第9条、第1项、第16条、第19条、第23条、第2项、第30条、第6项、第46条、第65条、第1项、第66条至第68条、第70条；二、违反主管机关依第27条限期给付工资或第33条调整工作时间之命令；三、违反中央主管机关依第43条锁定假期或事假以外期间内工资给付之最低标准；违反第30条第5项或第49条第5项规定者，处新台币9万元以上45万元以下罚款；违反第21条第1项、第22条、第23条、第1项、第24条、第25条、第28条、第2项、第30条、第1项至第3项、第7项、第32条、第34条至第41条、第49条、第1项、第56条、第1项、第59条规定或第74条第1项及第2项规定者，处新台币15万元以上75万元以下罚款；目前决定其改善届期未完成改善者，得按次连续处罚。委员林淑芬等18人提案第79条，有下列各款规定行为之一者，30人以上事业单位处新台币2万元以上35万元以下罚款；30人以上100人以下之事业单位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100人以上之事业单位处新台币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于一年内重复违反同一法条之事业单位，加重处以新台币2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一、违反第7条、第9条、第1项、第16条、第19条、第21条、第1项、第22条至第25条、第28条、第2项、第30条、第32条、第34条至第41条、第46条、第49条、第1项、第56条、第1项、第59条、第65条、第1项、第66条至第68条、第70条至第74条第2项规定；二、违反主管机关
关一百二十七条，限期给付工资后第三十三条，调整工作时间之命令，三违反中央主管机关一第四十三条，水电价钱或是价以上期间内工资给付之最低标准，违反第四十九条第五项规定者，处新台币九万元以上四十五万元以下罚款。宣读完毕。现有陈曼丽委员提案停止询答及讨论，议事人员逐条宣读后立即处理，现已宣读完毕，请问有无异议？民进党黑箱，给市长讲话来。
啊，直接在这边开，直接在这边开。那你进来，到外面而已，我是去包场，我到外面而已。各位媒体朋友，好，好，我们等你们，我们等你们把摄影机架好。